他是阿米，他是尤米，我是他们的综合体阿尤米。我变另外一个艺人的名字了。哦，林北就不我做女装了呢哈、哦，真的是为了老朋友。今天欢迎大家来到 Puffy 的记者会，隔了11年，他们终于要回到台湾。没想到上一次跟他们别离之后，转眼11年就过去了，非常的可怕。所以今天为了迎接他们的到来，特别为大家呈现的是大家在11年前印象当中的 Puffy， 就是这种 style， 就是非常可爱的啊鞋子，宽宽的牛仔裤，然后永远是这个 G-Shock， 然后两个辫子，然后呢非常灿烂的笑容啊。那么这个是算是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粉墨登场，就是为了迎接现在的 Puffy。 看看经过了11年过去之后呢，他们是不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成长。现在我们就来欢迎即将在9月25号终于要在台湾开唱正宗的架杠的阿米尤米登场，一起来欢迎老朋友 Puffy。